娘，你可记住了，如今你可是戴罪之人，什么自己是清白的这种话提都不要提。同样不能提的还有你的身份，从今天开始你不是公主，也不是什么李家大小姐，你只是一个最底层的宫女。姑娘心中是否觉得不公平？成王败寇哪有什么公平可言，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女人一点点一点点夺走你心爱的人的关注，那比任何刑罚都残酷。上天是公平的，是我的，永远是我的。那些想要跟我抢的人一个都不会有好下场。这是太子妃临终的遗愿，不要怪君吧。我没有怪他，我和他终究没有缘分。李小姐是冤枉的，从今以后我会忍一切不能忍，即使遍体鳞伤也百折不悔。这个李未央变得还真快，这么快就转向南安王了。只要结果让姐姐满意，至于过程姐姐又何必关心呢？希望下辈子还可以继续做姐妹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当着圣上的面你也敢胡言乱语。陛下，求你放过我姐姐吧，虽然我没有见过姐姐，但是我相信我姐姐她一定是无辜的。你在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她可是把你当姐妹。姐妹又如何？是殿下教我的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将那些阻拦我们的人统统踩下去。兄弟手足姐妹情深又算得了什么？可是我心里多么希望你可以相信我，相信我这个人，不需要任何证据，不需要任何证人，就相信我，只是相信我这个人。但是非黑白苍天可见。够了，想不到我拓跋子孙会到今天这个地步，竟然当着朕的面互相攻击。想要继承大统，谁的手是不沾血的？骨肉亲情抵不过权力的诱惑。原来你真的一直在逆着，一旦做出选择哪儿还有退路？你竟敢陷害太子，草菅人命，丧尽天良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。未央，我会替你活下去。有时候输赢并不重要，只有活下来才有赢的机会。只要他站在我的身边，哪怕与全天下为敌又如何？权势江山对我来说抵不上他的一个笑容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若不想任人鱼肉，只有手持刀俎。爱欲于人有着手烧身之患，可那又何妨？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，这是我李长乐最后的尊严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拓跋君，我会不惜一切守护大魏，守护我们的家园。我会带着你的这份爱好好的活下去，我会让你看到一个锦绣江山，一个锦绣未央。